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非为武术由你讲，时间又到啦，李师傅你好，李会长你好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不经不觉咧，呢、這个我哋嘅节目咧都办咗好多届啦，系啊，28啦，都答咗好多问题啊，系啊，答咗好多问题，但系问题都有，所以我哋欲罢不能。OK， 咁啊，好咧，我即刻进入呢个问题时间啦。咁呢个问题咁问嘅，呢个就话李师傅你好，请问大圣劈关门有几多种地堂兵器？哇，呢个朋友都心水清啊，系嘛？佢话至少我哋打行拳去问下佢几多地堂。咁好多谢呢朋友对我哋大圣劈关门嘅关心啊。咁其实大圣劈关门嘅地堂功夫啲器械呢方面都颇多嘅，例如我哋有地堂嘅单刀啦，地堂双刀啦，咁啊我哋有地堂嘅九节鞭啦，咁甚至乎我哋个单边刀咧，其实都有打地堂。咁除咗之外咧，我哋讲后拳都讲过啦，我哋有猴子天门棍啦，咁亦都系有一个叫做六路猴形笔。咁、六路猴形笔系点嚟咧？就喺我哋有一个判官笔嘅基础上面咧，系分成六路。咁中间咧再加插咗一啲地堂嘅功夫喺度，咁形成一个咧系打关斗嘅，用一个猴呢个判官笔嘅器械咧嚟打关斗，咁我哋叫六路猴形笔。咁我亦都听我师傅介绍过，就话喺佢好细个跟我师公学功夫时咧，咁都见我师公练过一种功夫叫做地堂凤凰轮。咁我问师傅凤凰轮系咩嚟嘅？点样形状？咁我师傅忆述咧就话系类似嗰啲八卦掌嗰啲鸳鸯诀咁嘅器械。咁、都系走圈啊，中间会单一加啲地堂嘅翻滚咁样。咁但系真实点咧？我师傅都未做过俾我睇。即系呢个系传落嚟有咁样嘅，系啦。咦，咁啊，如果即系我咁谂啊，如果到有一日咧，我哋系要开一个专门系讲呢个地堂兵器嘅一个讲座，咁都可能好丰富咯。啊，好丰富，起码你除咗后拳之外啦，咁你头先嗰啲器械，你而家相对地堂功夫少人打嘅，地堂双刀系最多人打嘅，最好多门派都有地堂双刀。九节嘅地堂鞭咧，亦都有人打，但系嗰个技术嘅层面咧。慢慢就減退咗啦，即係冇以前要求咁高，可能辛苦啦。咁至於你話地堂單刀咧，其實都好少。咁你話至於頭先嗰啲喉棍啊，或者呢個六路喉筆咧，我相對咧係我哋大聖劈關門一個頗具特色嘅器械啦。好，咁啊希望有呢個時間咧，可以真係欣賞到。係啊，我都期待嘅。地堂兵器嘅一啲講座或者一啲係示範啦。係，其實好嘅，推廣武術又好。係 OK， 好。咁啊，好啦，跟住呢个问题咧就咁，呢、這个朋友问嘅问题比较长，我就将佢分开咗两个部分问嘅。咁第一个就话咧，佢问咧，传统武术可以用边一啲新嘅方式嚟吸引更加多朋友进入武术世界？呢个第一个问题。系啦，点样解决？传统武术好多人都俾人一个诟病咧，就话比较传统，即系古老，即系对于后生仔嗰个第一时间嘅吸引性唔系咁大啊，或者咧好多一啲。古老式嘅教条啊，多一齐。咁其实而家你喺呢个科学出门世界，其实我相对咧要利用一啲媒体啦，例如我哋啲视频啊。咁你可能咧，甚至乎我见过有啲人学功夫系讲漫画嘅，都有。咁有啲咧，甚至乎咧系讲埋角度啊，几多度几多度啦，去分析啲功夫嘅。咁我觉得咧，如果我利用视频先吸引到佢注意先，吸引到佢兴趣先，好啦，到佢嚟参加嗰时咧。咁我哋都要改变下以前嗰种讲法，你扎马扎三年啦，即系扎马又好，即系乜都学三五七年。但你需唔需要扎三年咧？其实就唔需要，唔需要。就算唔系我个人，就算我师傅都话，人生我几多个十年啦，扎马都扎十年啦，仲使你十年学到师傅啊，差唔多佢话。咁其实只要你勤力啊，个内容啊灵活啲、丰富啲，但系我反而咧觉得咧，你要俾佢知道咧，佢学紧乜嘢。系，咁如果你。佢學跟你學完一套拳、兩拳、三拳，佢唔知呢啲拳裏邊嘅意義做咩嘅，個內涵係包含乜嘢嘅咧？慢慢你覺得，哇！好似真係跳緊舞咁樣，一個功夫體操咁。
你应该俾佢知道呢种功夫，譬如呢套拳术同另一套拳术中间有咩分别？系，师傅你解咗佢，即系佢下一个问题噶啦。咁我即系翻翻呢度先。譬如讲你，我就可唔可以喺嗰个系服饰嗰度做啲更加新颖啲服饰，吸引佢？又或者可唔可以同一啲其他啲活动结合？我哋因为佢而家提嘅问题就系点样吸引嗰啲人，即系一未根本唔了解或者未系知道武术嘅人。点解佢咁啊？呢班人里面抽佢出嚟，吸引佢哋。其实都好多嘅。其实你话服饰方面咧，其实练功夫咧冇话规定一定要即系黑衫、黑裤、腰带，冇规定嘅。你可以灵活啲、伸长啲，只要系方便你练功夫咧，其实就可以嘅。服饰反而呢个系次要。咁你话点吸引咧？我其实都喺啲电视节目里边咧睇过一啲外国嘅节目，我觉得几得意。我呢个咧系可以借鉴啊，或者参考做。佢就点咧？譬如带咧好大嘅拳套，互相咁嚟追击，因为你冇咗一个身体危险啦嘛。咁但系你有佢改一改我呢个招式嚟嘅，或者我规定你用四个招式、三个脚嘅腿法咧，佢哋互相进攻，得咗个竞技咁样。甚至乎我见过有啲电视节目咧，揸条长棒，当然咧佢啲长棒系有一啲保护嘅胶套喺度咧，唔会击伤人嘅。咁你用啲长棒嚟互相嚟进攻啊、防守，咁呢个咧都可以融合咗。咁譬如咧，你学咗功夫，我哋有一个咁嘅比试，你可以尝试真系点样揸条棍去攻击对方，或者对方练成我点样防守之后搵到机会咧，我去反击。呢个咧可以咧，你话系一个游戏又得，你话佢系一个实习又得，咁你就令佢趣味性系即系吸引咗佢哋先。咁但系呢个专系火咩咧？火啲年轻嘅朋友。系啦，好动嘅，有新鲜感嘅。咁如果你成人唔使啦，成人都知道心智成熟，佢知道我嚟学功夫系想强身啦，还是想修炼咧，还是想学功夫，你好清楚嘅，我可以。咁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就话、是，可能系我哋用一啲唔同嘅媒介啦、媒体啦，譬如讲我哋用网上多一啲视频啊，多啲拍一啲比较新颖啲或者角度新一啲，内容系比较贴近生活一啲嘅一啲咁样嘅节目，咁可能佢睇咗之后咧，对武术有啲吸引，咁我即係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媒介，譬如你新鮮啲、生活啲。咁但係咧，我咁同埋另外一樣咧，你都要咧令到家長放心，你都喺度宣傳話呢啲係一個點對身體嘅好處，或者呢個咧個運動，只不過呢個運動裏邊咧係有多咗一個防衞嘅功能喺度。冇錯，即係其實我哋就話深入到佢而家年青人或者我哋新一代啦，佢哋嘅佢比較喜歡或者習慣用嘅一啲媒體。冇錯，嗰度咧就俾佢哋睇多啲，咁啊，或者我啲同嗰啲活動結合都得㗎，一啲野外求生嗰啲，我哋用武術嘅點樣去你遇到啲問題用武術嘅方法，啲招式去拆解，咁 可能都一個吸引到佢哋地，因為我哋着重就話吸引佢哋觀察或者吸引佢哋了解武術呢個第一步。咁啊，佢呢個問題嘅第二步咧就咁嘅，佢話吸引咗朋友嚟學習武術之後咧。啊，師傅啦，咁你點應該點樣去結合現實，讓呢一啲初學嘅朋友咧認識武術嘅功能同埋實用性，令到佢哋越嚟越喜歡武術。咁呢個就剛才你講到一個問題啦。呢個咧就咁嘅，即係好似我哋咧比較傳統式嘅武館度訓練出嚟嘅。咁以前師傅咧教完功夫咧就會講㗎啦，呢個功夫係咁用咁用嘅。可能咧佢今日教咗四招，佢係抽一招兩招咧係解釋俾你聽，咁另外兩招咧。你就冇講，或者可能時間關係，人物太多咯。咁你會唔會係學完一種損失呢？我覺得會係學完一種損失嘅。如果你話我哋照樣用到咁嘅方法去每一堂咧，俾少少提示佢，等佢知道自己學緊乜嘢。咁你可以喺一個成個套路完結咗之後嗰陣時咧，你可以有一堂咧係靜靜地喺度，咁多學員靜靜地咧，由頭到尾將套路裏面所有動作咧重新解釋一次俾你聽。咁咧，咁亦都可以咧俾佢哋提問題。我解释完之后，你提问题啦。咁咧，第一，我有一个整体合作，成日都喺度啊，师傅收埋几招唔交唔交。咁呢个其实就冇可能嘅，因为你喺今日遇到呢个问题，可能喺下一套拳咧都有相同动作出现嘅。咁咧，我都可以解释俾你听。咁另外遇到咧，你唔明白，你可以问点解。咁亦都将咧嗰个问题嘅满足到你去解释，因为你谂下一个动作。但是有好多唔同嘅諗法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對呢個動作咧有唔同嘅見解。咁你可以解釋俾你聽咯。咁慢慢咧令到咧去認識多咗啦，透徹咗啦。原來功夫係一個咁嘅層面，點樣步步走出去，點樣引發到佢嘅。其實功夫最緊要係思考，
冇错，要训练到佢有个思考能力先得。即系佢唔系一种即系技能，就比如我斩柴就咁斩柴咁。系啦，佢唔系一个单一动作噶嘛，佢一个多方向动作。你咁去点思考？即系吸引佢嘅地方，就系因为佢里面有咁多嘅一啲知识喺度。系啦，咁所以呢、這个即系吸引佢嘅就系用翻功夫本身嘅一种魅力。所以你知道佢学紧啲乜嘢？系冇错，即系学到乜嘢？同埋你知道咧，其实喺我系基本功里边咧，系咪真系真系将所有武术全部包含晒咧？基本功系一个初阶。一个训练方法错解，其实咧有啲某啲招数里边咧，你讲解出嚟咧，佢可能个身体嘅摆设咧系唔同嘅。咁啦，如果练呢个功夫咧，你都要先点练？嗯，系脚先啦，定系手先咧？你都要讲俾听。或者会唔会啫？即系我提议啫吓，将来就可能俾啲时间，你嚟做师傅，啲徒弟你嚟做师傅教翻师傅，睇下就点样教。可能就以我嘅经验咧，我就唔敢教师傅，但系我嗰时我个功夫其实都系蠢蠢地嘅。我就好好多为什么嘅，系好多为什么嘅。我师傅又见到我，哇，彪真系烦啦，真系。咁我就问，因为我好奇啊嘛，我唔知点解啊嘛。咁我咪问师傅，师傅点解系咁啊？如果咁得唔得咧？咁师傅都好有耐性嘅，佢都解释呢个咧，你嘅系得。如果有时我讲错嘅话，你唔得，点解师傅唔得咧？因为你咁样咧，你系蚀底做嘅。冇错，即系我谂系做而家学嘢咧，都系大家都希望了解得比较详尽，即系点解要学佢。因为而家好，大家好多好忙噶嘛，我点解学佢啫？有咩？如果你唔知道自己学紧乜嘢，你乜意思先？系啊，又冇人逼你噶。咪咯，咁系，所以令佢更加有兴趣嘅话咧，就知道佢学紧乜嘢，同埋有用。我学紧乜嘢？系我点样用法？冇错，咁呢个系即系对传承一个都系一个启示嚟嘅。好啦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就希望大家咧就系、是都系嗰两句，睇重温我哋嘅传承影片，睇我哋嘅网站。留意我哋嘅工作坊嘅一个系时间，因为而家都陆陆续续有新嘅时间出咗嚟嘅啦。咁我希望咧睇我哋嘅工作坊喺几时咧？今日报名参加，多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